第一个要登场的是亚历山德拉特鲁索娃，选择的音乐是一首大提琴和钢琴合奏的 Love Story， 配上神秘园组合的 Passionata。可惜在今天的短节目当中并没有所向大家期待的那样划出一套完整的节目，而是在三个跳跃当中出现了失误，有一点点可惜。确实，其实特鲁索娃在进入成年组之后，他的表现相较于青年组来说是远远不如的，可能对于他来说，他也要迅速调整自己应对不同级别的比赛时应该做出的改变。嗯，而且对于小将来说，这样大赛的经验是需要积累的，而且要去调整在比赛当中的状态，也是需要小将不断的去学习。对，这毕竟也是他的第一次世锦赛之旅。嗯。确实从今天的整套节目来看还是有一些紧张，无论是从跳跃还是从他的节目表现力来说，都能看得出来这种紧张的状态，对于第一次参加世锦赛来说确实压力很大。是的。其实他今天短节目的编排的难度并不是他的一个最高的难度，嗯，还是在发挥上不是很理想。
最后是得到了64.82分，暂时排名第八位。从眼神也可以看得出来，还是有一些小失望。不过他还非常的年轻。